第36题，摄影师手持照相机拍摄时，景物在照相机底片处的成像位置与成像性质为何？我们晓得照相的时候要能够在底片上或者 CCD 上感光，所以要成的是实像。一张小小的 CCD 底片能够照到整个人整个大的风景，所以表示会缩小，所以我们照相机所呈现的成像性质是缩小倒立的实像，而要成缩小倒立实像，东西要放在凸透镜的两倍焦距外，而成像呢是在焦点与两倍焦距间。所以第36题问说，景物在照相机底片处的成像位置与成像性质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位置在镜头透镜焦距 F 两倍焦距 2F 之间，性质为缩小倒立实像。